告诉你这怎么吃，下粉条吃。嗯，放冰箱里。直播做饭，我经常这样子呀。一会儿吃完饭，我带你们去海边玩哈。一会儿带你们去酒吧，围裙不错，可以吧？宇哲哥，我的泡菜好雷哟、哦！今天就吃老家菜啊、哦！就这一壶吗？啊、哦，那么大一盆就装一壶啊？对，存煮里头去了。看我腌的菜，酸酸的。算是了，酸菜下饭。啊，我腌的菜呀，蒜头。氧气的人来了，真的假的？氧气的人。杨杏仁，你只有你有口福能吃到我做的菜，知道吧？有一天，我一定要为你做一餐好吃的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别的我都不做，就给你做，因为你是我榜一大哥。再看烧饭，可不可以、啊？小号开，大号没敢开。蒜头没的，可不可以啊？我会烧饭哦，洋气的人，我哪天给你烧给你吃，好不好？来厦门，好不好？我很想吃，可以啊，有机会的时候，有机会的话，我做给你吃啊。简单哥来了，幸不幸福？你们想不想成为那个最幸福的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刚刚在大号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小号来开播了？啊！很能干，必须能干啊！这我阔姐给我寄的，不知道是什么肉，还有这个什么小鸭子，八碗有一锅吧，八碗有一锅吧，什么意思？啊？山东烤鸡，烤鸡。太多了，扒鸡没吃过，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我准备吃这个冻粉条，这个
天放速冻吧。八姐，你下次不要给我们寄东西了，真的，老给我们寄吃的，都我个毛大脸都吃不完。可听到了？叫小鸭吃。不应该徒弟拿给师傅吃的吗？他没点粉条吧？啊，是不是？我板栗我都不给他们吃，逗你们的啊！这一个又不知道是什么。这又是羊肉锅的。哦。这那个他给拿的是吧？小那完了，这个拆开了怎么办？这个明天吃。今天吃驴肉，我一讲吃驴肉，我就感觉到像在吃我自己一样的。我姐这驴肉咋也不敢吃呀？这太吓人了，驴能吃吗？弄这个哈，粉条，够吗？还是炒的？吃完驴肉了，我姐你不得给我介绍个男朋友吗？小鸭快来呀、啊！还挺香的，是吧？咸，我姐她咸了，我现在不能吃咸的东西。之前那一个鸡，我姐。我姐，我现在不能吃咸的东西，我现在要那个。要宝宝吗？我要调理身体，我姐。乱说，真的。调皮了，哎呀，我来，萝卜干，元气的人，我洗过手了啊，不是没洗手。香菜跟葱在里头。萝卜干是炒呢还是拌呢？拌吧。拌的吧。这样吧。香菜。香油。我都要流口水了，我估计。洋气的人，你饿不饿？洋气的。杨姐，你今天又给我刷了几十万的票，啊！天天这样搞，家里有没有矿？有没有矿？我下次不开播了，准备给你护花大队省一点钱。
看着就有食欲，你看，想不想可以？我弄这个驴肉，下点粉条。矿的，是不是？他那个那天要给我打200万的票，后来没打成，要不然的话那天刷200，一下子刷200。哪一天我能不能跟唐玉约一把，你帮我打一把呀，氧气的人，能不能？你能不能成为我的守护？哼。我在这吹牛逼，锅都人撒了，帮我看着啊，我看着，行不行？好的，约好的，真的吗？还是打5局3胜呢，还是打3局2胜呢，还是打一把？啊，凑齐几个人一起帮我打，啊，一起帮我打，对不对？欢迎省吃俭用。半夜在烧饭，饿死要不要炒一下呀？咱也没吃过呀，不会做呀。把那个设备收了哦。啊。这个。要不要炒一下呀？这么多人了，我觉得要炒一下。辣的不用，热的。不炒一下吃不下去，太膻了。感谢，都来我小号了。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我要是放那个炒一下，然后放点白菜，放点粉条进去焖一下。啊，家人们亮个灯牌好不好？亮个灯牌，亮个灯牌。炒热了。
我是放在那个小锅里面煮，煮热了吃。外星人大哥来了，真的吗？真的假的？正常啊，我这边开的话，他大号都能进来啊，都能进来。感谢人怎么走掉了？光明顶，谢光明顶。沈之简优，你是从哪里进来的？欢迎我邂逅哥，邂逅大哥来了吗？不能来吧，来了话那能给我打招呼呀。邂逅哥来了吗？马大帅来了吗？感谢我英雄。杨庆仁说帮我打一把 PK 是吧，五局三胜的，三局五胜的，不成吓跑了，人都被吓跑要煮一会儿，要焖一会儿，焖一会儿，没放盐。等一下调一下味道就可以了啊。看你们说话，我手机哪去了？看一下我男朋友有没有给我发信息。马大帅，马大帅，你刚刚不是讲那个邂逅哥来了吗？就是你们不能这样子把小豆芽带偏了，知道吧？要是来了就来了，没来就没来，不要带偏，你知道吗？懂不懂？你们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小豆芽家护着小豆芽吗？来我这干嘛？我这是，我直播的点已经过了，那个是他的点。
我这现在是在娱乐。Hello, Kugo。小豆芽 PK 输了。小豆芽今天在户外还是在家里？户外。户外。看一下。自己吗？又是自己。刚刚毛哥去了，不知道怎么。毛哥？我们团师傅。我们团队毛哥去了。嗯。你自己在播的？刚才毛哥来了，唱了两首歌，然后回去了。哦，行吧。播的怎么样？冷不冷？停，不冷。冷不冷？不冷啊，行吗？拜拜。那我就是挨打的份了呗。打一把吧。来。有没有大哥？没有。咱们家凝聚力也挺好。实在不行，咱们打个周延票还是有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行吧，那你要打的话，你就从十米跑到十米外再跑回来，就对着视频啊，给我来回跑十趟。OK， 敢不敢接？敢。啊！感谢沈志俭勇哥，谢谢。谢谢沈志俭勇。你们吃的票全部都是我的票，你们哪个徒弟不是？都是看在师傅的面子上，我感觉沈世锦用哥可能是提前过来把医药费送了。你们，好嘞。你说哪一个不是吃我的票？也不怪我打 PK 打不赢了都。怎么没有放不出来？今天是网的问题吗？我好像也是网速差，就是一下子也放不出来，怎么回事？这个吗？好姐太辛苦了，我马上吃饭了，我就下播了。叫玉磊青，谢我玉磊青大哥。这边好黑呀、啊！看到吗？看到吧，这前面的。你去看着那边。是不是好黑啊？感谢我下面的小哥哥。沈志俭用这两天票挺多的呀，沈志俭用过两天能不能帮我打一把唐毅呀？我已经被他踩了好多回了，能不能帮我打一把呀？不用下盐吧？要啊。要。你要尝着慢慢下。管，好的，管都学会了，谢谢。
放少放一点盐。榜一是谁？清风哥吗？唐一真狠，可不是吗？狠死了，我都被他踩了多少天了。师傅在打徒弟吗？你们去给他点点关注去。我下播了，下播了，我吃饭了。毛兰可以，毛兰可以把那个装在那个小锅里来，一边煮一边吃啊。下播了，我嗓子不好啊，我要休息。看我吃饭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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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前我会让你们跟我一起吃饭，我觉得吃饭不礼貌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吃，你们这么多人在看着，我就不得劲。我姐，好不好吃的样子？驴肉锅，大鹏一会儿看到会不会打死我？嗯。吃的羊熊，好吃的羊熊，花痴来了，好吃进来了，好吃进来了。那个萝卜干也夹一几个过来吃，想吃。嗯，好吃，饿死了。欢迎我神之解用。多喝，嗓子发炎了，这两天不能喝酒。十三哥咽口水了，又不给你吃。小爱同学，声音大一点。好的。师傅，你长身这么多年，连第一层都没练出来。小爸还要做饭呢，哪有时间练功啊？搞吧，搞吧。小爱同学，声音大一点。调到五十。好的。哎呦，这样可以啊！我原本以为要等我进棺材才能等到这一天。要不然都吧唧吧唧吧唧。首长。输了我们就滚刀。
谁在身边对面打我呀？那人看，这还不能看。嗯，对。哦，是那个向游哥是吧？对。嗯，跑，准备跑，准备跑啊！谁呀？啊，直接下播了啊！